我发现我要没了助理之后，我就变成一个残废。你要穿的是亮色，可以套装。只是你们围着我，然后我坐在地上，看起来很可怜。这样更怪了，我穿的是床状的东西。因为你们知道，就现在这画面有多怪。你要退场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坐车不能开进去，周深就留在这边。他会一个人吗？没有错。不可能吧，至少也看到一个穿着鬼T的观众，他把我丢在他旁边吧，要不然我直接丢在这里就真的跟抛尸没有两样了。哦，你们在警察局旁边的全家吗？不会骗我的吧。哦，我看到重生点了，看到重生点。哎呦，你怎么在这？我看到你我好安心哦。哎，这是全部人的吗？有人在开房间，在三 P， 有两个在卫生间，开一个小时，来这边，很短，所以我可能十分钟就结束了吧。有可能。乌来的名产除了温泉还有什么？香肠吗？马告香肠不是全台都有吗？小米酒，对啊，这边都小米酒啊，香肠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啊、他们开完房间要出来，开房间的，两人同行价啊，你跟谁？你跟谁同行？记者。你看这个经济盒菜1000元起，竹筒饭好可爱哦。可是竹筒饭是可以买一桶这样吃的嘛？里面不就是白饭吗？不一样吧。小米酒可以吃喝，加米米。有推荐的小米酒吗？小米酒有，我们这边有。我会帮你灌醉在这里，不要担心。哇，你们是哇。班牛啊，对啊对啊，班牛。哎，小米酒，我们有五只。是老师哦。学姐。看起来像学姐。这学姐不年轻的，闭嘴。有香米香跟酒。要喝的举手哦，不要客气啊。骑摩托车也没有关系了。啊，不行吧？严厉谴责。来，第二支十二度的。麝香。十二度，它淡淡的这一根。哦，那这个比较甜。十度没有酒感哦。第三支有，这支有酒感。这有多少米香？米香。这也是十二度的哦。阿姨越给越少，会怕哦。是啊，不会怕啊，但还可以再喝一轮哦，可不可以？甘蔗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你不要把它当甘蔗之后会失声。为什么失身？第二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先买一买，放这边不收保管费。嗯，来一支那个，最后一支，这一支。好，我要甘蔗。好像什么团购啊？谁有两支？大家都很喜欢甘蔗。来，晚点要下大雷，感觉有点是要下雨的感觉。不要怕，下不来。你们没有回去，他不敢下。好，是真的猫还是假的猫？是真的，我醉了。阿姨越给越少，会怕哦。他好瘦，而且他一脸就是喝了小米酒一样，喝了小米酒。那这个是醉倒的，换个方向。哎，你在吃什么？黄瓜。哎，我也要。我们也吃哦，一口。哎，可以吃的性感一点吗？温柔，温柔，要温柔，要含蓄。你可以吃的色情一点吗？哎，对啊，小黄瓜 OK， 这是美乃滋吗？美乃滋。是生小黄瓜哦。生小黄瓜。哎，那都可以在镜头上面点一下那小黄瓜。好没素养。我要看的黄瓜来。好，炒怎么那么大一根啊？哦，哇哦。它真的只有15公分哦，真的哦，开始了，我不太喜欢那种，好没素养，我要看个地方，不是台湾为什么会有鸵鸟？不是人吃虫啊，台湾产的鸵鸟，我都没吃过寻龙鱼，我也没吃过啊，我家猫。哎，有没有水晶冬虫？你说炒水晶冬虫？哦，有哎，有炒水晶冬虫哎。好啊，好，一起死啊！啊，隔壁桌也要点水晶冬虫。隔壁桌点什么？那边要点什么？是什么？来最初的水竹笋，小米粽。哦，小米粽。这个尖尖的，中间那个是木鳖饭。木鳖饭。那个是。Pokisa， 小米粽、木鳖饭、Pokisa， 里面的叶子都可以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边的东西都是30公分啊？没有啦，15、16、18而已啦。啊，这边有30吗？有20，有20，30，这样就15了。所以是哎，25，差不多。啊，这样子有11哦。9啊，完全不合那么
冷静。我突然觉得我在我跟记忆中不一样，马上话题变得越来越奇怪。哪里？这是三张肉啊，声音呢？这一排。啊！然后小王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年轻人每次点的这个都开始啊。然后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是我要说他那真的太……哎，这个我分不出来，但这个分得出来。太神俊了，我们现在干杯！啊！干杯！笑死！真是。你想象一下有什么让你嘴巴里面感觉？什么脆的菜心？就是你眼睛闭上，然后放在嘴巴里面，你不会觉得那是。刚阿威说甘蔗还蛮像的。对，有。我之前会用舌头假装嘴唇。之前会用筷子夹我舌头，把鼻子。什么？啊、那个鲑鱼。说什么？鲑鱼。现在很久没用我，太多了啦。太好笑了。去而已啊。哎，对，就这个简单。来喽！我来吃香菜哦。啊，人怎么走光了？那个，然后就哎，特特大条啊！喂，来啦，营养的啦。所以我挑这大面的给你啊。不是你拿那么小条。差不多了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会有发的温泉台呢，要非常非常感谢家爸爸的，就是我们这台，我刚刚直接把它关起来，呀，它的那个 logo 有显示出来啊，这一台呢是我们 Oros 16X， 然后外观的部分，机身上盖用的是雾面星空灰的质感金属 ，Oros logo 的虹膜幻彩。不同角度看会有不一样的颜色，左上角为纳米雷射技术的 Oros 名牌，还有笔电后面的 Oros 投射灯，质感真的超级好，感觉自己用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不少呢。 Oros 6X 最高配备 Intel Core i9-14900HX 处理器和 GeForce RTX 4070显示晶片，最大 TGP 高达140瓦，支援 DDS 技术，轻松处理每一次高负载的游戏任务，当 SSD 插槽储存容量高达 2TB， 大家挑笔电的时候都会很注意散热。这台 Oros 6X 搭载的是 Windowfront Infinity 散热技术，强力双风扇设计，凭借超薄扇叶级散热鳍片，增加进风量与散热面积，加上高导热材料及热导管，大幅提升散热效率，使轻薄机身发挥强大效能。Oros 6X 的萤幕边框采用专利的3 mini 超窄4边框设计，91%的萤幕占比，16:10的黄金比例，165Hz 的萤幕更新率及3毫秒的反应时间，导入杜比全景声扬声器跟杜比世界 HDR， 玩游戏超过瘾。搭载最新的 WiFi 7技术和99瓦时大电池， WiFi 7的传输速度是 WiFi 6的46倍，其实如果室内 WiFi 够力的话，这台 Oros 6X 是可以不插网路线直连 WiFi 就可以直播的。99瓦时的大电池呢也很重要，因为如果超过100瓦时就不能带上飞机，而且支援 PD 3.0 快充，真的是很贴心的设计，之后如果要带它出国也没有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台搭载的是 Intel Core 第14代 HX 处理器，是目前 Intel 最快的游戏行动处理器，时脉高达 5.8GHz， 运用多达24个核心与32条执行序处理更多工作，跟处理器在幕后处理背景工作时，还是可以同时顺畅的进行游戏直播和录制。归功于 Intel Core 第14代笔电处理器，处理器混合式架构，效能经过强化，可以同时运作两种核心提升效能。两种核心分别是 P Cores 和 E Cores。P Cores 体积较大的核心，专为原始功率所设计，并可兼顾效率，针对单执行序效能与 AI 最佳化，处理各种繁重工作，例如游戏、动画制作与剪辑，支援超执行序。E Cores 体积较小的核心，最佳化多核心，效能功耗比。最适合执行背景工作以及以多核心扩充的多执行序工作，以低电压执行为要求严苛的工作负载，提高效能。等一下，我们的介绍就到这了。主播的屁股可以撑起保特瓶吗？放不上去，放不上去啊！
他们这样好了啦。